的阳光快把我烤死了。She talks to you. Let's see it, guys. Hey guys, how you doing? How's everybody today? Yes. Hey, welcome, guys. Welcome to Universal Studios Hollywood. One, 打好啊！加油！现在呢，来到了洛杉矶，也是整个美国最著名的星光大道。星光大道，我们现在都在踩着所有名人的名字的星星的 logo 在走，非常好。但我们今天最主要找到几个人的，就是 Michael Jackson， Jackie Chan， 还有 Bruce Lee，Bruce Lee，OK。Austin。Oh, hey, wait a minute, I know you! 这是谁？你知道吗？ Yes, sir, yes, sir. 哇 It's real? Of course, it's all real. Superman! 然后是 Superman. 我们的街头艺人。我在 looking for someone, 所以我们的成龙大哥 Jackie Chan Come on， 现在我们到了这个刚才我们一直在说的杜比剧院，就是这儿。MIC 我们看到了 MIC 所以现在是中国的情人节的时间，今天是2月14号，然后我们现在在洛杉矶，我们的早上7点钟，我们现在出发前往我们向往的 Las Vegas。 对，我们现在分成两个车，现在是早上7点，我们从 LA 前往拉斯维加斯路。陈哥，一会到前面会看到各种街头艺人，每个人都风格不一样，有非洲就是打鼓的，然后民谣歌手很多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，然后装扮都特别酷。OK， 我们现在到了 Vegas，Yes， 所有应该算是男人的天堂，也是所有来美国的人都必来的地方。所以我们现在的前方是凯撒宫酒店。对。